厉害了，他要喜欢看佩佩猪，爸爸说要看新闻。好了，我要转台看新闻了啦，不准买啦，你去卖来乱。好啦，你现在也没什么在看，你眼神一直在跑来跑去的，我可以转台了吗？没塞。好，爸爸第三次再看还是不准，所以你会发现呢，那这个狗哦，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在看影像中的佩佩猪？你猜啦，但是有人有讲哦，波妞认为我不看也不代表你可以转啊，我不喜欢动啦，哎，它现在很舒服，对，对不对？它穿得跟贵妇一样。